啦，同埋阿皮皮啦，就去狗话嚟嘅啫，假嘅。A K 究竟会唔会火爆？我睇佢本身系比较圆滑嘅，暗箭出嚟解决个问题咯。我就反而覺得會是 Elton 出手制止先嘅。好，我哋呢個係一個整人嘅環節定係咩？後屘佢哋話佢哋幻想過啊嘛，但係唔敢去咁樣諗啊嘛。各位，飲杯啊！唔緊要嘅喎。係啊，真係唔緊要㗎。係啊。係。Bert 唔識。Eden 唔識。Jeremy 都唔識。咁作為一個表演者，或者作為唯有你做好你自己嘅每一次嘅工出嚟，係咪先？好型，就要等八年。他才有機會上去開一個自己的演唱會，或者冇？點解你哋一出到兩個月你就有機會開演？首先你哋咧有嗰個唔夠嘅，每一接一個工作啦嚇，個價錢一個，你 keep 住咁諗你點拍咧？你出嚟喺度喺度，你知帝女花鼓最辛苦，真係最辛苦嘢。佢哋入到呢個 camp 可以係幫到件事嘅進度。幕後工作人員 AK 被提名嘅原因係有冇機會 ？Even 得一個機會。